阿珍，你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哇，这就是思源堂。我们要成亲。你们就是今天第一对求缘人，且让我来看。一看便知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一线牵，良人就在你眼前。这儿就是思源堂啊，你们这儿的好缘分我都要了。良缘可遇亦可求，但敢不诚心少打。打最后一位。远观六路尘缘事，现千八方有情人。你也想找到自己的缘分吗？求缘人把最近半年的号都取完了，今年业绩肯定不错。听说上面最近要来考核，天天朝五晚九，可不能忙中出错。明天的预约，这资料怎么还是空的？小吴、小兰，你们马上去调查，新助员被投诉，可就麻烦了。